无线早前在2023 TVB 年终节目巡礼公布了八套剧集，先后播出了六套，反应都非常之好。现在剩下《以凶感应》和《夺命提示》未播出街，其中《夺命提示》的预告在三个月前已经曝光，一众小心花旦个个都打到团团到肉，隔住个 mon 都 feel 到啲拳风啊！乍眼睇仲以为睇紧《隐形战队》，两套剧的风格似足姊妹作。但有网民睇完预告就将重点放在刘佩月和刘永璇的身上，他们不单只要亲身上阵拍动作戏，还要大苏身材。看下呢段刘佩月又又又被人绑架的戏份，不单只要穿着紧身小背心，镜头还要特登 focus 在他的上围，导演果然好嘢啊！身为打女的刘永璇穿着件白色挂 top 加条短裤，搞到她起飞脚嗰阵底裤仔都差啲被人睇到，加上包都包唔住的逼爆上围，睇到啲宅男都流晒口水啊！仲有一幕刘永璇妈埋个拍言大话性感诱惑，齐齐穿住条迷你格仔裙，台酥白滑长腿，画面真系好吸睛啊！最后个镜头啊，仲要嚟个低炒，真系睇到我都哇哇声啊！